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读一个韩非子寓言《造父驾车》。造父驾车，造父在锄草，看见父子两人驾车经过，他们的马受惊了，不肯前进。儿子下车牵马，父亲也下来推车。他们请造父帮助推车，造父收拾好农具，放在车上。他上了车，拉起缰绳，举起马鞭，还没使用，马就奔跑起来。造父，古代著名驾车手。缰绳，牵牲畜的绳子。马鞭，赶马的鞭子。这个寓言来自韩非子。韩非是中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，韩非用造父驾车来比喻君主治理国家，都要有手段。现在我们再来读一遍。造父驾车，造父在锄草，看见父子两人驾车经过，他们的马受惊了，不肯前进。儿子下车牵马，父亲也下来推车。他们请造父帮助推车，造父收拾好农具放在车上。他上了车，拉起缰绳，举起马鞭，还没使用，马就奔跑起来。